把一叠钞票吃完了。我们下课一天就要排三组去了呢，半小时之内。我们什么都快，就是骑车不快。走，去破仇，偷拍牛奶。各位选手，今天只有一个要求，老板六点要开店，请务必在十点内抵达大运，不然就自己骑车回家，不敬您解散。
牛排，蒸牛排，要点蜡烛啊，没有蜡烛吗？蒸牛排，卖账。许愿，好好。明年希望可以在武岭上煎牛排，然后大家都来吃。明年我来帮你煎牛排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明年你看。你摆个这水，家里你也感觉足好啊。啊，其实你这鸟人。